我们看这一题，这里他说哈，一个物体由静止呢开始做等加速运动了。他问说哈，前半时间呢，我前半时间从零到 t， 与后半时间，后半时间是 t 到2 t，t 到2 t 刚好是一个 t 嘛。这个呢，它的位移的比啊。好，我们先来看哈，它这个从这里到这里等加速运动了 ，s 一等于多少？等于二分之一 a t 平方啊。然后呢 ，s 二的话哈，就从这里到这里，减掉从这里到这里，从这里到这里是等于多少？是等于那个，就 s 二哈是等于多少？二分之一 a 二 t 的平方啊。哦，等加速运动嘛，由静止呢到达这里，哦，是等加速运动，减掉多少呢？从这里到这里。是二分之一 a t 平方，好，那这一减等于多少？就四倍的一倍嘛，一减就三倍，三倍的二分之一 a t 平方。好，那这样的话，我一比，一比哈、哦、，s 一比三 s 二，这个是共同的部分嘛，所以是一比三。哦 ，s 一比 s 二是一比三。所以这一题应该要选 A。